隔音设备还蛮好。很多八加九里面改一改，然后冷发。哦，那种是当然。看地图也是分开，那逛完了我也是稍微变掉。没关系，今天没有，我们明天再看看。不吃到逛完四五八九。等一下回来有没有？先送妈回去，然后我们两个直接去新竹市逛完，是不是？那也太累了吧。就跟我朋友一样啊，跑开从特地开一趟夜车下去台南吃个牛肉汤再冲回来。啊，还是啊，你要带我去吃丹丹。没有很好吃，你没有吃过吗？没有啊。丹丹没有很好吃，丹丹其实没有很好吃啊。因为我们去高雄都会吃那个吧。没有很好吃。你是吃面线还是粥啊？还都吃过。假的，随便滑稽，随便找一间，应该都比较好吃。它就是一个噱，一个噱头，就是因为我同时可以卖一个这样东西，但是单独的话就不好吃。就他只是把它合在一起，就觉得哦，你那里就很神奇。然后汉堡那个都桶在面前就不好吃，然后根的话很甜，就不好好比。
餐吃太饱。早没吃啊。你早没吃？咖啡喝太多。高车银卡，吓死！要变慢喽。要跑步了，跑不了。包偶无。的确是有点酸，就是瞬间要跑步就没有办法。但是白色可以，不然可以换一档。它可以切不是吗？所以它可以换档，换档就是它可以瞬间切到最适合的马力爬坡就比较好。嗯。但是直排车就是比较没办法。所以如果一样的马力，直排车一定可以比手排车快。哎，手排会比直排快。因为你可以很适合去切到任何一些马力的这些东西嘛。哦，你说最低时速？最高时速。嗯。然后你看一百一跟差十就差很多嘞。很多货车喜欢跑过山，因为比较快。
看起来乌乌的。啊？看起来乌乌的。乌的。有吗？紧张啊。哦。你有去看过演唱会吗？几点？应该十二点正。演唱会好玩吗？二十几公里，
免免，我等下才讲完。